政策应该是公开透明，到底这是一个招商的说明会，如果是这样，对厂商的优惠是什么，对我们民众健康的把关又在哪里？我们认为卫福部绝对应该要说清楚讲明白。我们进护工会呢，我们不只是要帮护理人员争取权益，我们更在意的是所有全民的健康。他们现在的话当然是说他们会去招募，就是医生然后还有护理人员，这个模式跟一般的方式可能都是一样的，只是因为他们是做的是健检，然后健康检查这种可能医疗纠纷会比较低的一个产业，所以可能会吸走大部分的大科别的医生，然后这就跟医美那个现在的医学美容，他们去吸走了大部分的五大科的医生是一样的道理。然后我们的护理也现在是目前人力就已经是不够的一个情况，缺额还很高的情况下，他们又开了一间医院，所以医生缺，护理人员也缺的情况下，他们还要开这家医院，一定会影响到现有的就是民众的就医权利。国际健康园区是政府协助，然后民间去经营，所以他现在目前就是说他挪用了就是国家的资源去协助私人的产业去发展。哦，台北国际医旅是首要他们的首发，就是说他们现在台北北投那边先盖了一间医旅，用的方式就是挪用北市政府的资源，然后大概挪用了资源就是从我们北市联合医院这家公家医院的联合医院的医疗基金进去那个北投国际观光医疗里面去发展了一间这样子跟老爷酒店合作的私人产业。他这笔资金非常庞大，大概8.9亿，然后我们医护人员的人力却没有因此而改善，他反而去拿了这一笔钱去先协助私人产业的发展。国民的健康已经放在资本主义的时候，资本一进来，你看我们医院盖得像饭店一样，里面那么的豪华，讲究什么，讲究这么精致，可是实质上对我们基层人员为什么要走上街头？我们人力不足，我们休息不足，危害的是全民的健康，所以我们才会这么大力在反对这件事情。如果他们真的应该为我们全民着想，应该是以采一个反对的立场，想办法补足台湾医疗的现况，让台湾的医疗平权拉近了城乡的差距，这才是政府应该最重要做的事情。可是现在的政府没有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几乎工会强力的主张，工会要参与政治，来关心台湾的政治。我们好好监督所有的立委，好好监督我们所有的政策，好好的，我们会好好守住第一线，守住全民的健康，这是我们要做的。需要 A 级健康，全民需要 A 级健康，政府缺工 C 级照顾，政府缺工 C 级照顾。好，我们接下来还会参加5.1的游行，我们会跟医护警消走在第一大队，然后在5.12我们会跟校护协进会合办，我们会对全民的健康政策总体检，所以到时候我们会公布所有台湾跟健康有关的医疗政策，来公布台湾现行的医疗政策呢是如何对待我们。然后再来呢，我们会在台北、台中、台南有一个分区的座谈会，想要跟民众、护理人员来谈我们的健康政策，台湾是如何被台湾的民众的健康，台湾所有的医疗问题是怎么发生的，我们想要跟民众来谈这件事情。